欢迎来到孩子们的游乐场。那我们今天来到树林的东森公园玩。那你是谁呀？那我们就现在就开始进去里面玩吧。Go！这边小心，这里有水。看我，你来这里。好，一二耶。摔到，那去排队啊！做啊，像这个妹妹这样啊。在上面，赶快你躺在上面这样子，好抓住。
边摇一边转。等一下，裤子都尿出来了。好，换你玩。喂，怎么有一只虫住在里面啊？从旁边拿头出来。喂，对，一只虫啊。你是乌龟还是蜗牛？Hello。好，进去。我把你也进来。喂喂，哎，这里的声音怎么这样？嗨。嘿。加油。嘿。哎呀，怎么转到头啦？应该叫我妈妈走才对啊。那个是轮椅啦。哦，啊，这是刺猬哦。哇哦！真的好像哦。这是外星人的总部吗？哇，超酷的啦！现在这个溜滑梯湿湿的。三，好。啊，怎么在这里睡觉啊？啊。哦。哦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哇哇哇哇！哦。哇，你被抓住了。啊，有一只小乌龟被抓到了。啊，没有力气。哦。
叫你补补补啊。这样是在溜什么？你太忙了吧？出来。哇！我的马溜山洞。马溜山洞。好，来溜，一起溜吗？好，去！卡住了！卡住了！我在这里吗？准备！开始！啊！我赢你了！这样不行吧？先生，快一点吧。哦，有人要来了。